天地成形之初，灾害连天，人类虽渺小，水深火热之际仍不懈抗击，寻求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。期间英雄屡见不鲜，事实有巨人夸父身形高大，见烈日当空，河流断绝，民众苦不堪言。夸父立誓追到太阳，使其不再危害。夸父一路追逐至太阳落下之地鱼谷，又向北前往大泽，未至即焦渴而死，抱憾而终。夸父虽败，人类却未言弃。数百年后，九旬老者愚公再次挑战自然，栖居于黄河北岸之太行王屋两山对面。两山方圆700米，高7000-8000丈，致使村落与河流道路隔绝，民众饮水出行都艰难无比。愚公召集家人，欲挖通大山以破难题。众人集思广益，制定搬山策略。愚公率儿孙3人上山挖土，河湾处智叟讥讽愚公，称其年老体虚，尚不能动山之一草，又如何撼动土石？愚公曰：“吾有子，子亦生孙，子子孙孙无穷无尽，山却不能增高加大，终有一日可移平大山。”愚公家人邻居京城氏遗子与其余村中男女接受愚公鼓舞，欣然前往相助。愚公不顾年迈，亲自开山掘土，家人及村人亦不甘其后，孩子烧水送饭，大人挖山担土，一时山上热火朝天，众人誓要贯彻移山之愿。操蛇山神将愚公所为尽数报于天地，地感愚公挖山移土之决心，赞愚公不屈不挠之气魄，命大力神夸俄氏二子助愚公移走大山，天险便通途。愚公又于山坡、池塘等地移栽柏树、柿树，村落水族地丰，村人安居乐业，一派祥和景象。至此，冀州南部直通汉水，再无高山阻隔。人们汇集于此，中原地区日益繁华，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带。